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我还是要鼓励你，打开圣经，真的打开圣经，一起来读神的话。你会发现，主自己，主不需要，主可以透过一些人，比如说透过恩典365成为你的祝福。我觉得是我极感恩也极敬畏神的。但是主自己可以成为你的帮助，以至于有一天恩典365没有了。 网络不通了，你照样可以自己读圣经，成为你极大的帮助。鼓励你打开圣经来。这几天我们分享到神迹，神迹是什么？神迹是神的作为。你说不可能啦，那种事情不可能啊！是啊，如果是我就不可能，因为我们只是平凡的人。但是既然是神的作为，在他岂有难成的事？ 我们觉得不可能，是因为我把他拉到说他也是个人，所以他做不到，因为人做不到。 但是他不是人啊，他是神啊！既是神，他就能够做到许多你我做不到的事。那么，既是这样，我们就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，而不是哇那个牧师、那位传道，哇那个人是先知吗？他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们为这些神所用的人感谢神，神可以大大使用他们，感恩。但是所有的作为要归荣耀给神。 也有人在讲说，那行这些神迹有什么用呢？好像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哦，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了，哇，一个死人复活，好大的神迹哦。可是呢，后来拉撒路不是还是死了啊？不然拉撒路现在还在哦？没有啊，他就是死了。那既然后来还是死了，那为什么当时要行这个神迹呢？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还不只是为着人的需要。是的，如果只是为着人的需要，就像你说的。 拉撒路当时活过来了，后来还是死了。那下次他死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再求耶稣说，还是让我活过来？没有，神迹不只是满足人的需要，神迹还有一个更重要，是圣经自己说，神用神迹随着传福音的人，证实我们所传的道，证实我们所传的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证明他是神。这件事情人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真的做不到，所以。 行这件事的不是人，是那一位独行其事的神，证明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，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行其事的神，证明我们所传的道是对的，不是乱讲的，不是邪门歪道，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求主施恩帮助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奉主的名祝福你。 我真的是渴望每个教会都充满神荣耀的作为，每个教会都充满着神迹奇事，证明我们教会所传的是又真又活的神。祝福你的教会，充满神迹，充满神的作为，充满神的荣耀，充满着我们所证实的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前，成为人住在我们中。我们看见神独生子荣耀，充满恩典，充满恩典真理。因神爱世上人，世上神之家，他独生子，赐给他们，让相信的人不至灭亡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。 神独生子。